Hello，大家早安哈，我们是 KTV 信哈，是4.5代的这个网站的那个赞助商哈。那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呢，是 RAV4 哈，一样是 RAV4 的三代啊，安装 KT 的道路板避震器。三代的话跟四代、4.5代哈，基本上哈底盘的一些架构呢哈，大概都是一样哈，前面是麦花臣，后面的话呢是多连杆，算是多连杆拖曳臂的系统。那车友原先有已经有改装了，KYB 的蓝桶，好，我们它的代号是 New SR 哈。那一般我们口吻的说法都是叫蓝桶。那搭配的弹簧呢是原厂的弹簧。这个它的跟原厂的差异呢是阻尼稍微有提升，好，然后功能上呢就软硬哈，还有高低呢都没有办法调整。那今天升级的部分哈，我们先看一下拆下来的 PSR， 这是前面的避震器的哈，后面的避震器在这里。后面的避震器，后面的 RAV4 的三代、四代哈、4.5代都一样。后面的话呢，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哈。那这台车目前呢，除了改装 New SR 的蓝桶之外呢，前面刹车哈稍微有做强化了，是换了 JBT 的多活塞系统。那师傅现在在拆装的是右前的避震器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左前哈，左前已经装好了哈。这是左前哈。左前的避震器哈，今天预计设定的车高哈，轮胎的上缘啊到叶子板的距离哈，差不多是会落在大概50伏左右。三代的话哈，它的车高比较低一点点，大概原先大概是6指伏到6指半左右了哈。如果以我手指头来说，啊，前面的话呢，等一下会前后车高呢会稍微做微降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KT 的避震器的哈 ，KT 的避震器呢，第一个它的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，它是靠脚管来调整车高，一般我们俗称的桶身可调。那桶身可调的好处在哪里？好处在于啊，它能够高低调整的范围区间会比较宽广一点点，好，然后不会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嘛，所以不论你调高或调低啊，它的弹簧的固定位置啊都是在这个区间，所以不会因为你调高或调低之后改变了整个行车的乘坐感觉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上座哈，这是我们有附一个上座，所以常常会遇到年份比较久的车友啊，会有疑虑，就是上座的话呢，到底要不要一起换哦？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换 KT 的话，你就不用有这样的疑虑的，因为我们就有附上座啦。即便有可能车子已经开了5年6年，上座也差不多快坏掉哈，就我们就有付了，你就不用再一起把原厂避震器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再做分解。师傅来说也多了一份的那个拆装的工时哈。那对于日后万一有问题的时候呢，责任也比较难厘清，到底是原来的上座有问题呢，或者是避震器装上去的有问题？那装 KT 的话，这些全部都有付，我们上座哈，还有所有的零件都有付。那这个离载串的部分哈，离载串的话呢，就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。这些的锁点呢，都是比照原厂的位置哈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ABS 感应线的扣具，还有油管固定架呢，这些全部呢都是比照原厂的位置哈。包含这个中间有一个，这个算是 ABS 中继的扣具的位置哈，都是仿照原厂的位置，所以都是有符合安全的规范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上座的部分好了哈。刚刚说到的阻尼可调哈，阻尼可调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们附的上座。我们上座呢 ，KT 的上座的里面有一个轴承哈，这个轴承呢也是用的日本口有的轴承。那上座的话呢 ，RAV4 还蛮简单的，不用再把这个饰盖呢把它拆掉，我们直接把引擎盖打开呢就能调整阻尼。这个调整钮呢就是阻尼的调整钮，目前是预设在15段了哈。如果车友觉得太软，就可以顺时钟旋转，觉得太硬就逆时钟旋转，都是可以做调整的哈。就在这个地方，引擎室打开呢，就能够
软硬的调整，可以随着自己想要的软硬呢来做调整。好，这个是左前啊，这个是右边的话，一样相对位置在那个地方，就直接引擎室打开，这引擎室打开就能做阻尼的调整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有附上座嘛，阻尼调整在这个地方。那来介绍一下用料的部分好了哈。用料的部分呢，里面的阻尼油，里面的阻尼油我们是用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阻尼油，不是授权来台湾混装啦，或者是一些不知名品牌的阻尼油，所以它的抗衰退的能力算是非常非常优异哈。那里面的话，油封最主要的变机，攸关到寿命的一定就是油封了哈。油封的话呢，我们所选用的油封是日本 NOK 的油封哈，所以有一些安全的规范，一些用料的部分哈，大概简单的介绍是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哈，后面只有拆下来，应该还没有好了哈。来，后面正在安装当中。这个是 RAV4 三代的后面哈，桶身在这里哈，有点暗哈。子如，你有没有手把电风扇帮我关掉一下？这个是后面的桶身部分哈，后面的桶身部分哦，下方呢这里有一个调整钮，哦这里有一个调整钮，在这里呢就能够做阻尼软硬的调整哈。这个算是正差，然后倒装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装的原因，是因为啊，车主从下方呢就直接能够做阻尼的调整哈。不然如果装在上方的话也是可以，但是在调整的时候会比较难调整一点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后面的阻尼桶身，然后弹簧的部分在这里哈。车高的取决呢，后面比较特殊一点哈，因为后面的结构呢，弹簧啊跟避震器是分开的，所以车高的取决哈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来，这个是一个 Hello Key 一个调整机构。如果这个调整机构呢往下调的话，它的总体长度啊变长之后，车高就变高。如果往上调整哈，它的整体长度变短了，车高就会变低。那今天预计的车高是大概五指幅左右了哈，大概会维持大概五指幅。这个安装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鱼眼机构，所以这颗螺丝哈，在对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小技巧，比较难对一点。但是我们拆 RAV4 的车友还蛮捧场的啦，所以我们拆装 RAV4 的经验还算蛮 OK， 对，时间都还蛮快的。像现在这一台大概施工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而已吧。好，这是后面啊，后面的话呢，把那个离载栓卸开之后，这个下支臂卸下来，弹簧就能够取下了。那避震器的话比较简单哈，避震器的话下方有一颗螺丝，然后上方的话呢也有一颗螺丝哈。这个是后面的悬吊系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右前师傅，右前也已经拆下来哈，目前已经在装上我们 KT 的避震器了。这是右前的避震器哈，原厂的上座啊在这里哈，我们都不需要再做沿用哈。即便因为也不晓得它原厂上座的状况啦，所以直接换新的比较单纯。这个是 New SR 的一般的俗称的蓝桶，那右前的话正在安装当中哈。啊，公斤数的话哈，这一台 RAV4 的话，不论三代哈、四代或者4.5代呢，KT 的一般套路版的配置哈，前面的话呢是配置6公斤，好，这是6公斤。后面的话呢，配置的是210长6公斤。整体乘坐感觉的话呢 ，Q 度还不错啦，就舒适哈。那一般修理车呢，会在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还是会顾虑到蛮多部分的那个舒适度了哈，因为毕竟它是修理车啊，所以不会像轿车。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会比较兼顾绝大部分的那个操控感。这是 JBT 的刹车，这原厂三代的话原厂应该17寸的2.5、6.5、17，四代4.5代应该好像都18寸比较多。
这车主也蛮顾车的，车的三代还顾得蛮漂亮，亮晶晶的。如果车友们有问题的话，哈，欢迎呢在线上直接询问，哈，我都会立刻跟大家做解答。现在在师傅在做的动作呢，就是在锁前面仰角的螺丝，哈。这种麦花臣的悬吊机构，前面的话呢就是两颗螺丝，上座的话呢 RAV4、就是三颗螺丝。这是当里程数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一台的里程数大概13-14万嘛，所以拆下来的时候的话，离载串我们都会特别再检查一下，这台离载串状况还是 OK 的，所以就会直接再把它锁回去。边走收啊，那这里会有一个水平椅，这一个水平椅的用意呢，就是我们原先拆下来的角度啊，大约是多少，我们等一下锁回去的角度呢，就会锁一样，锁后好了哈，好，那我们来左后已经安装好了，我们把镜头带来左后看一下。这个是左前，左前的话全部都锁好了，等一下要试车的时候，这个托盘呢会稍微再锁紧一点点，就可以上轮胎了。这个是左后，左后已经安装完成了。这是避震器的筒身，然后这个是后面弹簧，这是6公斤210长的。那装货的话，后面的掉啊，如果车友有要降很低的话，这一只就是原厂的仰角，原厂仰角呢，这一个机构呢是鱼眼的机构。那如果了车友要降很低的话呢，就会建议改装这一只仰角调和器，避免它后面的 camber 的角度啊过趴的话呢，就有可能会造成会吃轮胎的内侧啊。所以如果车有要降低幅度很多的话呢，都会建议要改仰角调和器，尤其是用车频率还蛮高，一年开个3万5万的车友们，就建议改仰角调和器，会让轮胎的寿命更长一点点，磨耗也会更漂亮。后面的支臂在这里，那我们的 Hello Key 我们调整机构，然后弹簧下方的橡皮呢就要沿用原厂，因为这条弹簧是专用的规格，所以要和原厂的那个橡皮的孔径。好，这个是后面避震器的上方，它锁一颗螺丝而已，那下方的话呢也锁一颗螺丝，下方或锁了这一颗螺丝，这里呢就是阻尼调整的机构，就要调软硬的话就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这是后面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看。好，机上细机啊，要交换掉。现在后方呢，这个鱼眼机构呢，师傅要把它拆掉，所以这个下次机会稍微会弹开。这个离载串的橡皮好像有点皲裂哈。这副厂的。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换成游离胶了，这个状况，这边的状况就还蛮 OK 的。这是三代，三代的外观最大的辨识度应该就是有背一个备胎箱。右前好像师傅快装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啊，好，好，来，这个是右前，原先的角度呢，大概在相对什么位置，我们
原来拆下来的时候，那现在锁回去的时候呢，角度就会跟原来的位置一样。等一下定位的时候呢，定位师傅呢就比较能节省时间，不会把 camber 的角度呢差异原来拆下来的时候差异太多。好，你也看看爱当，你先卖到咧呐，我阁开另外一个直播啊，好 ，OK， 那前面的话应该差不多了，所以今天的这里的Rav4 4.5 代的直播分享就到这里。那如果车友们呢想要试乘了哈，或者是对产品有任何的疑问呢，可以到我们 KT Racing 的那个粉丝团里面哈，每天晚上7点呢都会呢分享新的安装的图文。那有问题、价格之类的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。谢谢大家哈，拜拜。